观众朋友你好，吃饭呢就是一种享受，尤其我觉得在咱们洛杉矶现在吃饭呢，真的每个人都在讲这个享受一顿饭。当然讲到了享受这个三点呢，除了味道好吃之外，那么就是整个的气氛、环境跟他们服务的态度。洛杉矶咱们很多川菜的餐厅，有一家餐厅呢，从它名字呢你就知道是四川菜，而且你进来之后呢，你更会感觉到哇，很有咱们中国古典的风味。这家川菜呢很有名，而且还有更有名的是四川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变脸的表演节目。今天跟朋友们介绍八国布衣餐厅。我蛮以为啊，我很懂得四川菜，因为我妈是成都人。可是今天我到这边来，发觉我像个傻瓜一样，全部的菜我纵观了一遍，就只发现我认得就这个鱼，其他我全都不懂是什么菜。所以原来你是假四川人。啊、我是真四川人。是吗？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落后的，吃呢也不懂得吃新花样的川菜的，赶不上进度啊。No， 传统。哦，传统。对，但是好在啊，我们真要谢谢啊，我们来到八国布衣，才发觉这漂亮老板娘跟资深的这个名厨啊，董师傅。董大厨，对不对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真的很感谢啊！今天来，我们有点惊呆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？虽然有点紧张，那就要靠你们两位来给我们介绍了。真的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八国布衣，我们知道在洛杉矶已经很久了，很有名，而且每个人都说菜好。环境佳，对，优美，灯光气氛都非常好。对，来这边其实基本上不太想吃菜，你只想拍照吗？对，这拍照都很值得，你说是不是哈、真的，我觉得你们现在推出这些新菜，一系列新菜，很值得我们大家所期待。咱们就先从我懂的这个是，这是鱼吧？不会是别的了吧？鱼我也懂啊，但是就是这个是鲤鱼，鲤鱼对，这个菜名呢叫什么？红翻天啊。红翻天呐、啊，是师傅取的名字吗？对，根据那个原材料，原材料的取的名字。原材料、就以形命名的，也就是说它红很多。它是这个，就是用那个剁椒。啊，剁椒。对，有一个剁椒叫红翻天。嗯哼。对。哦，所以它就像有点像剁椒鱼头的意思是一样，这么辣。是辣吗？就顾名思义，就应该是辣的，因为红翻天辣是不是就是辣翻天？辣翻天的意思是不是？也不是说很辣，但是就是说为了压住这个鱼的腥味啊，我们就是说用那个红翻天辣椒，还有那个自己泡的那个姜啊，各种调料用。对，姜一般来讲哈，就是能够压住这个对这些所有其他的味道啊。而鲤鱼本身其实它会有个，有时候会有一点土味，或者是土腥味比较浓。那我们应该尝尝看，尝尝看，尝尝看，会不会很辣？就是辣翻天嘛，肯定我们还觉得 OK， 可能你们会觉得有一点辣。你不是四川人吗？我不麻，我不麻，来呗，来来来，你多一点。好好好好。所以这也可以应观众要求，我要小辣、中辣、大辣，是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我觉得可惜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不是叫辣翻红翻天了哈。对，因为同样的价钱嘛，多点辣椒好。你还真会，你真厉害哎。是。OK， 我就用筷子，真的是。不会很辣，不会很辣，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不太辣的话，就再加一点那个上面的那个 sauce， 哦，就配对辣椒放在上面，是是是，我们所谓不太辣，不还是辣，我们只是说没有让没有想象的这么辣，或者让人家不敢吃辣的人怕到都要才不怕，就像是 Carol 讲的，如果说你觉得要更加的过瘾的话，就连着辣椒一块吃，对，是绝对是可以，万一真的不行了，就拿点这个。这个包子瓜包或者配个饭也可以的，我觉得来这边就一定要配饭哈。董师傅是吧？董师傅你做餐饮业多少年了？26年了。26年呢、而且我知道你跟他们一起啊来这边可以说创业到现在，可以说看了很多这边的客人啊，一般客人来讲你们餐厅当然他一定点辣的这些菜，可是你现在新推出这些菜里头啊，以目前我们桌上这些菜也是有不辣的吧？对，客人最喜欢是哪一道菜？点的最多的？没有说特别喜欢，就是说固定的，就是说，等着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。因为有些喜欢吃鱼啊，有些喜欢牛肉啊，吃虾啊，吃鸡啊。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新出的推出的菜，对，根据不同的都卖得很好。
都卖得很好，各有所爱了。相当于今天这桌菜呢，基本上都是我们最近推出新菜以后卖得比较好的、比较受欢迎的菜。啊，也就是基本上就平均分数是一样的。对，有鸡、有鸭、有鱼，对，有牛肉、有虾，对，还有羊排，对。哦，真的，我们可以看到鸡鸭鱼肉全都有。满汉全席了哈。过年菜一样，但是因为鸡鱼我冒鼻子上已经冒汗了，我觉得我先吃这个菜吧。这个是什么？鸭鸭。可以压压筋，压压，这个可能更辣哦。真是假的？是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我们的牛肉里是辣椒小炒，辣椒小炒，虾仁啊，虾仁。我就是刚才的第一个有虾仁，我的最爱，而且有牛肉，我的最爱，还有辣椒，我的最爱，是。还有挂包，还有这挂包，我的最爱。可以压我们的辣，嗯。是不是这样吃吧？是这样吃的。然后夹的时候，我建议那个辣椒少一点，因为那个辣椒很辣。你们用了几种辣椒？是两三种吧，两三种啊，哇，您先吧。红色的应该是最辣的，红色最辣是吗？红色的，嗯，绿的也，绿的是绿的也辣，它就是那种小米辣嘛。可是里头是不是还有虾、芽菜啊？芽菜，芽菜吗？蒜苗。哦，那白色这个呢？是虾。虾。哦，虾。对。虾切成小块块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我这一定好吃，这个保证下饭，我觉得。这个很下饭，是。但可能吃了以后会流汗水哦，水准备好了，看我还是小心一点，别把那个辣椒给包起来。怎么样？不辣。不辣吗？那就再加一点辣椒吧。是，那个慢慢吃啊，会回头很辣。嗯，回对。我讲话讲太快了，真是回头辣，后来开始已经冒起来了。是是是，是不是红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辣？都辣，都辣，都辣，过瘾，但是好过瘾啊！这是不是叫辣炒辣啊？小辣椒小炒，辣椒小炒，辣椒炒的辣。好谦虚啊，好谦虚，还小炒。这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豆花牛牛堡吗？没有，是豆花牛牛。豆花啊，豆花那就是很软喽，对，像豆花一样的，不是豆腐喽。哇哦，那你看牛柳在下面，对，这个就是牛，那这也是一个新的创意哦。这是一道新菜吧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过他们就是水煮牛，一般来讲是不是有点水煮牛那种做法，但是加了豆腐，改成豆腐豆芽菜，感觉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味道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这道菜是特别适合拌饭吃的，就很多客人就喜欢，有点烫。其实我跟你有点是相反的意见，嗯，我觉得每一道菜都适合拌饭，不是单单这一道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觉得因为每一道都下饭，都很重嘛，所以这味道太香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尤其我特别喜欢吃豆腐。对，这豆腐是自制的吗，师傅？嗯，不是。哦，就是坊间买的，因为它豆腐的 quality 非常好，绵密而且很扎实。嗯，绵密是因为它的火候的关系才让它变成绵密，本来买来还是没有绵密。这是我们的董事功力啦，这是还是功力。对对对对，真的，变成这个豆腐非常好吃，整个味道其实在豆腐里头。对，不会太老，也不会太软，刚刚好。嗯，对，我一直在盯着那道。那一块是什么？羊排。布衣羊排。你们有羊排啊？是。你们的羊排好特别哦。我们这个羊排。是怎么做的这个羊排？我们是这个，就是自己卤制之后，再泡之后炸。先卤。再炸呀。再炸。啊哈。对。啊，就这样子。是这道菜特别的好吃，就是有一点相对改良的吧哈，对，相对改良，对，通常我看人家的羊排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就一块瘦肉，有没有？它这个连带皮，对，就是小羊排，我们是小羊排，哇，哇，那要蘸这个辣椒粉吗？你可以蘸，可以蘸，也可以不蘸，我们来吃吃原味。你们先吃吃原味，这道菜呢，其实就是凸显了这个羊排的原味。哦，他强调就是他原羊排的原味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放辣椒的目的呢？因为这个现在是不辣的嘛，因为放蘸一点辣椒的干香一些。很多小朋友啊，也喜欢吃这个。对，我知道。好 Q。我是小朋友，我也很喜欢吃这道菜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这个会不会担心它不熟？不会，不会，是不是？不会。这是烤的吧？先是不是也煮过？先卤，先卤过，所以你就特别入味。为什么我强调这点？刚才我吃这个肥的，我觉得都有味道了，而且有味道，而且很嫩。嗯，味道
很正点，这道真是不错哎。Carol 说一点都没有错，我没有想到啊，你这样子的一个羊排在这边卖，居然味道是这么的好。嗯，一般来讲我们吃的羊排，要么就是很硬，你会觉得？对，要不然就是很腥。哦、对， 对对对对。这个因为卤过，味道非常好。嗯哼。嗯，这道很棒，真的很棒。真的很棒。哇，在今年，你看你们这边已经开多少年了？今年九月份就是三年了。已经三年了哈、啊。是。哇，三年下来我也知道你们一直在推陈出新，有很多的新菜啊。嗯。那么这些创意，这些新菜，你们从什么地方去想这些新菜？是以客户、客人他们的要求呢，还是就完全就凭你们的直觉？有些是客人的要求，根据市场的需要，还有就是说原材料的那个食材，对不对？哈，有现有的食材来做，就更加的方便。我们也会根据就是季节性推出一些新菜，就是适合当季的。嗯哼，所以我们会结合一些。是，所以我相信啊，真的。所以到这个八国布衣来吃饭的话，真的你随时来，随时会有新花样，随时会有新菜，随时也都会有一些新的惊喜，你说是不是？哇，真的很好吃，非常谢谢董事部，谢谢您用心了，我们了解，因为我们都吃得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们爱你。